忍者，那我们今天转一下嘛，忍者必须死啦！那现在已经是我们的9月30号的这个凌晨12点35分了，好不好？今天的话就是回来有点晚，而且还有健身，所以稍微会比较累一点点，但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依旧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西兰的故事啦。那昨天基本上他换了一件非常非常漂亮的衣服啦，然后就是准备要对我们这边的这个武士行刺了，感觉这一次这个外传关卡好像没有到就是很多欸，应该只是一个小外传而已啊，因为这边看有没有马上就到这个首刃的这个环节了耶。好，那就是最终回战啦，首刃来啦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啦，这边就是要跟我们那个木下武士队长来做一个 PK 了哦，应该是了哦，妈嚣张啊，几日前的贺宅。これは武士城に潜入し封神鶴葉を取り戻す絶好の機会です。哦，他是要潜去拿他们的这个封信贺语啊！哎，已经经过五年了耶，他也是放了很久。哎呀，就伊贺没有讲话哎，居然。けれども、舞を奉納するのは殿下ではありません。忍者の対応のため、恥など恐れるものではない。没错，你看伊贺这种就是比较大度的，就跟泽平一样啊。我基本上如果要去鞠躬哈腰，要成就一些大事的话，我应该也是可以的哦。しかし、私が待って武士たちの注意を引けば、殿下は宴会の隙をついて確実に鶴葉を取り戻せるでしょう。这应该算是一种牺牲的感觉吧，就是我们西岸也不见得就是可以回得来，对不对？但是他愿意帮他的主子啊。安心して。私にお任せください。ケラ。有了，要帮他化妆了。今回は特に危険だ。あなた、5年前、殿下が私を救うために封神鶴葉を。要穿成这样子是不是啊？真棒啊！你居然帮他换衣服啊！この長くて危険な道を周りには理解してくれる人がいないだろうと思っていた。しかし、5年前のあの夜、私は自分の仲間を見つけた。私は何があろうと殿下のおそばにいます。この腐った時代を共に終わらせるために。おー、赞啊各位。私は鶴の一族の家来。殿下に恥をかかせるわけには参りません。没错，干他！今こそお前は5年前に人を殺めた大家を知る。お主はあの時イズルが助けた野良犬か。よかろう。ならば。我们来看一下啊！哎呦，我靠，三小！我靠！我靠！我靠！为什么部下队长这么强啦？你太帅了吧！哈，可对付那家伙得换身便服。来了，哦，他借他用哦，封信贺语哦。哦，所以你知道吗？西兰的专武啊，也是封信恨语啊，好不好？这看故事才知道啊，各位。很多人就说，哎、欸，为什么西兰没专武？原来因为他的专武也是封信恨语。可是这部下队长怎么可以变那么帅啊？异化毒龙哎，画的帅！哎呦，哎、欸，我们被毒到三次会怎么样？哎呦，我看完了，我靠！哎、欸，这有屌哎、欸，我的天！哎呦，我的天！先来一个封信贺语，再来一个封信贺语。哦，海之国的龙血啊！没错，他们到处在那个在搞人啊，各位。这群虎，哎呦，这些武士都在乱搞啊，罪该万死！哎，闪一下，完了。也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小冰块，只要在一定时间内不要中到地底下，好像等下消毒就没事了。干完了，等下消除，封信贺语，干完了。哎，他那个
到底是什么呀？我们会那个吗？我们是会比较痛是不是啊？我靠，这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痛啊？我靠，完了，我好像要爆开了。哦，快不行了！我靠，我们木下队长原来这么帅，我的天！哎呦，马上快爆开了！快快点回电器！有，来。再吸一个 ！Oh my god！ 来，狂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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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冻，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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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很帅，那我们可以趁机回多点血。哎呦！我靠！我靠！完了，空招！我看还会爆开耶，我的天啊！哎，它爆开也不是一般般的爆开，它是那种斜散射的这个攻击耶，腰了个修！那没事没事，捅掉捅掉！完了，我被他躲过了。我靠，越喷越多！不是啊，这木下队长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喽啰，凭什么可以变那么帅啦？什么东西啦？哎，我真应该跳到最上面，完了。现在就只能用这一招了，各位。天空飞，再飞一次，我们要在上面。干完了，好像不行。干，很痛哎。他好像现在就是这个轮回了，你们知道吗？我看到，哦，还有这个，这个好像就还好了。好了啦，木下，木下掰，再见。好了啦，临死了。不过他这个异化龙的这个，哎，超帅的哎！我总觉得这个木下队长是真的很帅哎！哦，斩了斩了！哦，没了，直接烂掉了！哎，完了，他们那武士都喝一大堆这个实验药品欸，这应该又是另外一个那个吧？哦，这个是他做梦的地方啦，所以这边应该是禅心那边吧？感觉啦。哇，我只能说每一次那个准白，我靠，干嘛？欸，我真的超级期待后面的剧情的啦 ！Oh my god， 各位！お前と彼の決戦がついに始まるようだな。谁？谁黑和谁的大决战？等一下！哇，这不知道要等多久嘞，各位！完了。我每次都觉得这个忍者必须死的这个剧情真的是没什么话说啊，真的很赞哎，各位！哇，你们期不期待啊？我真的是很期待后面的这个剧情发展哎，感觉就超级无敌有趣的，而且很帅。我看一下啊，这边我们是已经可以了，夜夜吗？对，这边要不受伤害了哦。对，我们要尽量拿那个三星。那这一次大家的这个故事剧情，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喜不喜欢呢？也可以跟着分享一下你们自己一些想法。我觉得忍者必须死现在虽然我就是没什么，就是在打什么战力，或是在打什么关卡，但是我真的觉得他的这个故事剧情，还有就是那个场地的这些玩法，我只能说啊，这个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好玩哦。对，好玩到不行的这个。
的很猛哎，不知道他怎么设计的呀。而且故事也真的是越来越就是让和平就是期待后面的东西了。而且刚刚那个准白那边真的超帅，我的天！没想到，好不好？要来最就是要来大战了，是不是？对不对？应该要准备来大战一波了。我现在最尴尬的就是这关的好像是你不能受太多次伤害啊，各位。好，飞。我们上次玩的时候好像受太多伤害了，直接败掉。OK， 先跳过。OK， 哎呀，我靠！干完了。我当然不知道还没有达成哎、欸，我靠！他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机车啊？一直这样搞哎、欸，完了！哎、欸，完了，这大。大武士怎么好像不会被打死啊 ？Misa， 为毛？完了完了完了！不知道我这样打不打得成呢、欸？我好像受了蛮多伤害的，我的天！机器人两只，喷喷喷！机器人两只，冷架，还有一堆武士会飞过来。我、哦、干完了！我觉得我完蛋了，对我完蛋了。开个大招，看来这大招能够躲这边的吗？好像也不是啊，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出现、欸、完了，到了没？到了没？过了没有？有有有有，有过吗？有三星吗？啊，差一个，GG。